脱罪。要什么东西啊？你去啊！醉到不省人事被带回派出所，竟然还明目张胆攻击民警。一的时候，你可以保持沉默。二的请求。把他一只脚也铐起来。等一下，我怕他等下攻击你，对不起，但他又有罪。有有女友在一旁频频道歉，说请警方把男友牢牢扣住，甚至还辩称对方被附身才会惹麻烦。原当天，这名男子和朋友到 KTV 喝酒狂欢，结束后要搭计程车回家。没想到打到一半，居然情绪大失控，还对着小黄问讲，暴力相向。对不起，司机，对不起。理智线断掉，狂殴无辜问讲，被害人只好拿出辣椒水自保，冲下车报警求救，但早已挂彩受伤。骂了三字经，然后就直接从我后脑勺开始狂打，然后头啊、肩啊、手啊，全部都受伤。动我一下，我就全身就紧张，整个手都麻起来。我没有办法很专注在开车，会有一些心理上障碍。痴情男子酒后失控，不但殴打问讲，也把远景当作出气包，还把警车安全护板整片打掉。事后被依妨害公务罪嫌送办，判处拘役20天，得1颗罚金。攻击我是怎样啊？啊！打我干嘛？你打我干嘛？喝到烂醉挑衅公权力，恐怕他酒醒后也没想到，竟会亲手把自己送进警局。三立新闻杨欣怡台北新北。